好，三十三分的气象时间哦，这几天真的热的感受越来越明显了。但是下午的时间点还是有一些午后的短暂阵雨，尤其周四开始哦，太平洋高压稍微减弱的关系，到周休的时间点呢，水汽量在下午都会比较多，范围也比较广，要有心理准备喽。先来看一下呢，在菲律宾的附近有热带扰动的情况，之后应该不会成为这个台风哦，但是呢，外围的水汽还是有间接影响到台湾，包括了现在此刻你可以看到呢，外围的水汽。 有加上东南风的关系，所以让清晨的东南部地区有一些符合的雨势。另外，慢慢进入南海之后呢，虽然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后续发展，但是高压东退之后呢，它还是会对。 南台湾带来一些水气跟水情，所以格外注意。有周四开始，在整个午后阵雨呢，或者是沿海的风浪会稍微变得比较多一点，要有心理准备。那一大会播图呢，刚刚说到了整个东南部地区，包括花莲、台东跟屏东有发到大雨特报的警示，就是因为东南风跟刚刚看到的扰动的外围环流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对流云系在整个东北东、东南部地区是比较明显的。雨量，玉里跟长滨有下到三十二跟五十，这个也要注意。 待会出门的交通路况，累积雨量比较多的是在屏东等地，所以在东南部地区呢，在未来的一到两个小时，水气还是有的，只是会在白天慢慢的减少，然后下半天，包括了山区，还有靠近山区的平地，午后的下班后就会接力来下。你可以看到今天的整个区块呢，包括了在山区、靠近山区的平地，还有人在东南部以及西南部地区，水气量是比较多的热区，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午天气的变化。至于热的感受呢？ 会比前两天低一点点，毕竟水气量比较多，所以呢高温三三到三十五度，高温集的范围呢包括了啊五个县市，台北、云林还有南高平。大雨特报刚刚说了花莲、台东跟屏东，明天开始因为高压减弱的关系，还有东南风的风场加上偏南风，所以呢水气量会变得下半天比较多一点，雨具的期待蛮重要之外呢，防晒补水还是要持续哦，毕竟要进入夏天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的盛夏还。 有台风的旺季，随时滚动我们的气象更新喽。